你这个是能力者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不是配的，我是做实验室。嗯，哦，这不是配给他，他是要自己配的。嗯。现在就是加好水，加热嘛，嗯，加热，嗯，加热，加这个肉，先打开要放开，嗯，看一下这个，嗯，然后温度一般就放到180就行了，180，对，这边稍微高一点没事，这边呢，这边就105度左右吧，就高105。嗯，这怎么在震呢？嗯，好，现在温度设置好了，然后就把加热打开，按下去。嗯，等它加热是吧？等加热，把关头下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冷水也要开了。冷水现在加没有？嗯，等它温度上去。